觉今天这局好像新老朋友都有一样。新朋友、中朋友、老朋友。老朋友。来来来，谁的啤酒啊？确实是樊姐的。哎呦，这啥啥茉莉花啊？这不够自己带的吧？茉莉花。来，来来来，走着了，太不搭了。来个来个，不是。花茶你得先拿开水砸一下，然后待会儿再倒，就不会上飘上了。每次好像谷歌都能给咱们科普点什么知识，就是能喝点吃面条。中间小姐姐，哎，你好像咱们很熟悉的样子吗？好久没见，今天我见到她，我怎么觉得她扯条子了呢？这又是哪儿的方言？这暴瘦了。陕西话，扯条子了。你怎么不懂啊？我怎么不懂啊？开玩笑，贼贼朋友，你把这学会了，这最快。你学外国语言也都是先学，你会好多国家的。对的，你说哪国？我哗一说好几国语言，真不错。怎么见主播这个喝没喝多了？什么时候爬国这个日语一出来啊？基本上就到位了，你知道吗？哎呦，马达西瓦撒屁，你知道吗？那你总听他说日语吗？反正一喝酒他就得说日语，完了到最后还英语、日语。我去，绝了！塞语、西班牙语、英语、日语，幸亏退役了吧，要不就没机会。那韩语够啊！好，哎，今天这位也是第一次见哈。下面介绍一下，哎，还没介绍，不让我介绍，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比如老师、指导、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全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刚才说了，这也是第一次见。嗯，现在的那个职业介绍一下，听说很多的那个头衔有点多，电视台导演，嗯，足协讲师、教练，然后现在还说球评论员，野球里边不是导演里边踢野球踢得最好的。踢不了，腿折了，也第二次断了，又断了，又断了。但是今天球踢的确实不错，跟你比不了。哎呀，不是说的踢球，昨天比赛你觉得咋样？是除了这场比赛，多长时间没回北京了？有日子没回来，因为这个一上中甲以后，突然感觉倍儿紧张。虽然跟中超不一样嘛，但是他还是这种节奏，还是跟那个中超有点像。主要是这踢得太突然了。本来没打算踢中甲，对对，按照中甲。点到这儿，得介绍一下，这是来自中甲陕西大秦之水的杨先生。以后从改名叫中甲脱口秀，要不让人不来。现在成绩还行，第十了，跟第四差三分，完了跟倒数第二差三分。今天我觉得首先还是投入吧，投入就是哪个队投入大，基本上还是能往上冲。包括现在在前面的黄海，嗯，黄海现在让那青岛港一接了以后，这个确实他领先好几分，我看一直领先。领先，完黄海，完包括石家庄，包括广东那个华南虎，完浙江绿城，他们都是投入比较大嘛，而且有想法嘛。包括贵州，但是贵州跟亚太有点什么呀？他们从中超一掉下来以后，他可能对中甲的节奏还没完全适应了。嗯。你看这几个，对对对，打得好的全是在中甲，已经一直踢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昨天赛前我看，因为是队长嘛，然后北控那边队长杨俊，嗯，你们俩也以前当过队友，结合那是，嗯，怎么着，很惊讶吗？没有太关注小弟，不是他那时候已经不关注足球了，不关注成年人足球，大力搞青训现在是，挺好啊，现在青训关的也是不错，干青训，尤其是青少年教练挺累的。这个家你也不能要吧？哎，你现在什么剪视频什么行吗？自己剪呀。从普通电脑已经换成苹果电脑了，是吧？原来教练是要自己干这种事情。你得讲这块为什么哪儿做不好？你剪完以后，你看完以后，你第二天告诉队员，讲上在训练场上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尤其青训教练，青训教练确实挺累的，嗯、顶多是两个教练嘛，一个主要就是人少，他、不像职业队、一下弄十几个过来。服务你，对这个真的是佛星团队，人家是对。其实你像这些，早在94年的时候，我们去卡塔尔打那亚少，嗯，当时我们一下车，一人扛一大包，然后看日本的下来，一人拿一个 Walkman， 人家就有专门的球队管理，对，就帮着你拿包啊，说是人家每次训练前三四个人到那个休息室，已经把你所有东西都码好了。对，94年，当时我们就说，哎呦，真够事儿的，但是也挺羡慕的。离开人不是说羡慕人，日本人。
你看人家这衣服都倍儿合身儿、嗯，你像我们这大大大小小乐乐特的背一大包，哇，一个队捡老队员的衣服穿吗？不是，你看那会儿，包括一队出行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嗯，也是慢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后来就是在恒大，就是什么，你什么都不用管了，你自己背个包训练练以后，把东西往那儿一搁，自己背个自己的双肩背，完了就是去机场就行了，把所有东西可能行李已经先走了，啊，到那儿以后把行李直接给你就是先弄就弄。这个应该是只是顶级球队，啊、你踢中乙、踢中甲就没这么高的待遇。中乙、中甲、中乙都有队伍，踢中乙连通用行李的名额的那个限额都没有，是吧？哎，辛苦大家一下啊。别拖行李了啊！咱买的是没有行李票的那个，太惨了，现在也。那投入不一样，中乙一年就投入3500万，他在各个方面都得省、嗯，那没办法。哎，上一期那个曹宪东，哎，必须得说出来，曹宪东来了那期、嗯，然后还说的你没在，因为三代八号。那、嗯、就算了。啊我这最史上最差一八号。普说了说那国安那个历史上最成功的八号就是曹云东。对，那肯定。他呢？他应该在排在第四位，一共就四个人穿过了。第一曹云东，第二杨普。其实现在那谁小朴八号也不错啊。对，就是姚晨也后边嘛。啊，我排在后边，对对对。我排在外援前面去，我就知足了，你知道吗？那会儿看那谁曹云东踢球，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嘛。那时候在湘南给他们捡球嘛，那时候你们还没去湘南，95年那会儿，记得倍儿清楚，3-0赢了广东嘛，3-1，3-1，3-0，高峰进一球，高峰进远射那个，那最后一场完，我们就低了那个红椅了，跟他们就绕场一周，那么就谢球迷，你知道吗？那时候、哎呦，感觉老好了。后来那时候没觉得自己能说能踢成什么。后来有一年。足协杯，你们拿冠军庆祝的时候，你下去让人保安掐着脖子给拎出去那回，那是最后一场比赛，那是最后一场比赛。什么时候？2001年、2002年。对，刚开始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倒素材我就看，倒，就看一保安掐着杨浩脖子，你是谁？我是队长。他们最后球迷就是最后一场往下跑，就是球迷从那看台上叫下来，完了就。让我们抢我们衣服脱衣服啊，后来把衣服都给球迷以后，那保安就说：“哎，你呢？你谁？这不是你那意思，给我瞪出去，因为我球迷呢。”我说：“我衣服都没了，我还球迷呢。”哈，啊，那会儿刚进队，刚进队，就那时候正好有一U21政策，嗯，每次一到补时牌一举起来，就知道我要上场了。啊，那会儿是多少号？二十九。后来第二年跟南哥换到20嘛。啊，来，响铃啊！他已经不在了，我不在乎了，我已经放弃了。对啊。八号怎么回事啊？后来那年退役以后，那个谁退役？脑。然后后来那会儿就他一退役以后了，当时我因为我也喜欢曹云东，他一退役了以后，他又不想那个八号让别人穿。我在青年队的时候就一直穿八号，后来我一想，那我穿。后来我说我怕背不动，你这那么地踢过世界杯的。结果还到最后火中战我严重了，穿了一年我就走了，没背动，你知道吗？但是浩哥跟普哥其实还差着5岁，为什么他俩就能还关系好呢？我进队以后啊，我跟南方关系不错，我们俩差5岁啊。进队也他进队也跟我差5岁，关系还不错。反正我们三个人关系还都不错。那时候在队里老有老的样，小有小的样，都懂规矩。完了见着大哥叫声大哥，没事给大哥提提鞋，是不是？感觉擦擦鞋。但是这个事儿，这点儿提鞋就一直说提鞋，我怎么就没提过？你没给他提过。因为这点儿，普哥特别牛在哪儿啊？就是什么呀？他一般自己能办的事儿，他不会求别人。你知道吗？真的，比如说，就是那意思说，好多事儿我都办不了。我也听明白。这个那个什么，是不是？哎，比如说这个躺床上就是下午训练，哎，去把那洗的衣服给我拿过来。其实作为年轻队员来讲，那时候我们刚上队，很自然的我就去把那个训练服，我的训练服，包括他们那个跟谁住一屋的大哥的训练服，都一块儿来顺道给拿过来了。但是普哥永远就我那住衣服也不用。然后，哎，你别问了，你烦不烦？就听着就完了哈。我已经放弃治疗，就是他一般都是他自己去干这事，嗯、他不会说哎那个什么顺便帮我办，他也不会要求你的，你也不用给他拿，就是全靠你自觉。对对对对对，完你要给他拿来，他也不会说谢谢。你特会做小球员那种，没说谢、啊。你特会做年轻队员。我到现在还是年轻队员呢。那是。我到现在还是去那机场，我还弄行李去呢。对，有你大的吗？有我。宋振宇啊，那谁严春，去年我们那五个人啊，核心小组，然后那个谢玉金谢指导来了以后啊，给我们五个弄了一个核心小组啊，每次比赛之前跟我们这几个五个人聊聊。你像我老宋、严春、邹游，加上去年还有赵鹏，下半年啊，老婆这个我这么这一算，哈，
最小的35、36，这四个人加起来，这五个人加起来快200岁了吧？赶上那会儿 AC 米兰那防线了。这一个队啊，需要有老兵，但是不能太多。我已经跟包括跟教练、跟老板，我们都说了，就是包括今年这个，如果一旦保级了以后，如果你想在长期这个中甲这种环境，你要是就是一直在长这个中甲这么踢下去，嗯，你必须要有造血，你必须要给年轻队员机会，嗯，你不可能用这张老的，你算他能顶几年？就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老板。对啊，你要想这个队好，那你必须要这么做啊！你不能让他青黄不接呀、啊嗯！你永远不给年轻人机会。就咱说啊，是现在年轻人确实是，他不是说这个能力大小，首先他不热爱这个，他不是说一门心思往那个球里钻、嗯嗯嗯，这是一个你必须赶着他，逼着他，就这么提拉着他才稍微好一点，你知道吗？我那会儿就是。都不用普哥这么说，哎，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似的。我们练完了，你也练完了，他们比赛，完了我们不比赛，我们休息，完了人家老队员休息了，我们还跟着休息，就是年轻队员。那你自己不加，你虽然是上了一队，但是你如果自己对自己没要求的话，你就会掉得很快啊。不加练，对呀、啊，人家休息你也在休息，人家比赛时你还在休息。你说他们吗？说。你也说过他吗？嗯，他不用说，他不这样，他不到不了今天。就他这身体条件，我那时候跟普哥跟那谁龙哥，我们仨住一屋，在海南东训，他住单间，我跟龙哥住在外边那个，这是三人一间嘛，套间那个。下午3点半训练，那时候神志呆，3点半训练，我2点吧，吃完饭回去歇会儿。我年轻，我也不爱睡觉，他们中午得补觉，累你知道吗？完我就玩游戏，什么鼠标点着什么的，完了那就他没事儿，就是他在里屋，他听不见。完龙哥在那老翻身，我想算了。别打扰大哥休息了，我背点球我就自己出去训练去了，就瞎踢去了，你知道吗？瞎踢。结果叫什么？结果什么？黑神指还在那儿，一看，哎，这小孩态度不错。我天天跟神指传一个小时球，给我传的我都晕了，你知道吗？我哈，出去2天以后，神指，哎，今儿怎么没出来？会不会有点累了？最近那段时间，杨先生一般是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作为这个给我们提供情报的，没少得罪人。真的没少得罪人啊！每次就是每场都是我们后期给您剪掉了，往死里骂的都是。接下来是我们的情报站环节，终于我们的杨先生要，哎，杨先生终于要受害一回了。这是来自于广州富力 U19的教练郭先生，郭先生说，见杨浩的第一印象是，这小孩都能踢球，身体这么瘦弱还罗圈腿。这个郭先生是谁？郭辉啊，对啊，你还说我他能踢球啊？哈，那两步跑比我奶奶还慢，好那大屁股往那一蹲，他那屁股还行，他打篮球更合适，当一注视中锋。我跟你说，那年亚冠就是因为他，我给他传了一个还没进去，那个咱主场打那谁嘛，打鹿岛鹿角，那时候只有一个出现名额嘛，后来我给他传一个自己没踢进去，赖那地不好，赖方体的地不好。刚才那个普也说了，说这样说他是就是看起来不太像。能踢球能可能扛那个不他原来在青年队他是组织型，嗯嗯，但是上一队是防守型，为什么？因为当时上去以后你要不跑你不抢你没有位置，嗯，首先当时他上的是神指带，神指看的是一态度，嗯，对吧？你在青年队的那个踢法你跟一队肯定不一样。对，所以您睡觉的时候他没白练。我睡觉也不多，其实。你教练领导的郭先生说了，就是说他虽然说觉得您身体不行，但是现在还是很仰慕杨先生的这个现在的成就的。我也很仰慕他，冠军教练郭指导。第二条情报，来自于喜欢吃鸡架的汪先生说，说当时国少的时候排人墙，大家都不敢让杨先生排，因为怕球从两腿之间钻。别说是汪先生是谁，这个爱吃鸡架是这个还有太难猜了，这谁呀？谁呀？王强，那还是谁呀？我有问题，你国少的时候，你小时候你腿就是。我觉得现在还好点儿吧，就是天生的，不是球技啊。练球练太早了，完了一累以后动作。你几岁练的？啊，5岁多，不到6岁。是挺小，是有点早。是挺小的，是吧？他在场上你要看电视，一眼就能认出来。那这个情报到底是真？当年真因为这个事儿不让您拍人墙？那这我拍我那么点个儿，我拍什么人墙？打不了啊！他俩，哎呀，那个不承认。徐龙说的，俩腿翘直都1.92米。我自己说的，翘直我改篮球队员了，篮球了。不用刻意的再这样了，你放下我们也看不出来现在。
不一定。咱们两年过去了，但是正问反答这个环节还是在。今天是问他吗？对啊，以前问过吗？问第一期就有，我这印象还挺深。我刚印象还有点就眼泪还起就，哎呀，真的眼泪还有点。你忘了第一期我在，但是我第一期你忘了强哥问的，说是咱做个示范，你吃屎了吗？我说吃了，不是，而且那是第一季，你当时也不好意思跟那太那什么，那正问反答，那你问我那好好答呗，对不对？那特别规矩，特别好。第一个问题，现在队里最小的比你小将近20岁，那现在他们称呼您是叔还是哥？都没称呼我，都是嘿，哎呦，嘿，哎，哎，也不叫叔，也不叫哥，哎，就是哎，过来，过来一下，哎，开玩笑，开玩笑，你这是反答吗？这就反答了，对啊，有真有叫叔了吗？没有，在运动队里很少叫叔的，哪有叫叔？他会叫 uncle。喝了几个了，现在您在陕西当队长，是不是因为教练看了脱口秀，知道您很能喊？顶一顶。不是，不是因为看脱口秀啊，就知道你能喊。对，能喊，能摆我，能嚷嚷，对不对？鼓励大家。最近这两天老说我能不能别说了？不是不是，上个意思就是好好说行不行？咱们别埋怨什么。我没埋怨，我说你得这样，加油，加油。还有正反答没有我爆料啊？有也可以继续爆料。我们现在正反答很长了，已经。那会儿我去现场吗？你可不知道，厉害！我们那住那鹿岛，那鹿儿岛那块儿，鹿岛鹿角嘛，那地儿特别偏，就是他那一到晚上9点多10点就没人了。对。但是酒店正对面呢，就有一个那种连锁的那种正规烧烤那种，聊聊天，就总结聊球啊什么的，就嗨。啊，那普哥自己就出去了，但我们都不知道他干嘛去了。你当时没在一开始啊？对，一开始我没在，我是出门找你去，去酒店叫你。对，他们什么呀？我当时徐龙先回去了。对对对对，他们想叫我来。我想，我只是想说重点，你是重点什么？半天也没说重点。说重点了。重点就是我给我叫来以后，他就走了，等了好长时间他也没回来，没回来我就去结账去了。结账以后，嘿。一会儿过来一辆警车，就从那个结账那个门口那儿，一辆警车哗开过来。完了，后来我这结账，他推门就进来了，就那他进来，哎呦，我说你干嘛去？我吓死我，我让警察给送了。刚才啊，就沿着昨天晚上咱们俩走那一圈那个路，我找不着路了，我就那时候已经喝了，喝多了吗？没喝多，他说什么鬼蒙眼。对，鬼蒙眼，鬼装墙，鬼打墙，告诉自己在那个就那个日本的小街道跑啊，跑了一个有亮灯的地儿了，又啪进去了以后，警察局。他刚才没说，就是我们遛弯儿啊，因为他那个在日本鹿儿岛，他是坟地就在家门口，坟地对，晚上得后半夜了，没有，第二天。正是那个他们的祖先出来的时候，哎，那时候看警车过来，你是不是寻思完了？不是，回警车我是，哎，我俩亏着吃的是正规的烧烤。去了人派出所的这个警察局以后，跟人家。人说那日本人说英语也不行，啊，跟那儿说不明白。马大西瓦，阿里嘎多。Where's my hotel? Where's my hotel? Where? 后来我想半天，哦，你这就大概明白。然后就他说你那 wait， 一会儿就进去了，哇，带着钢盔，揣着枪子出来了。我说这干嘛呀？完，后来我就摸兜，他刚结，哎，我刚结了一账，我一看，啊，有戏。哎，一点不夸张啊！上警车到吃饭那是200米，警车给送回来了。我的天，还真有点玄乎这事儿。后来回去压，我也压清，压清完了，压清以后吃了一大碗冷面，就这大米给拎上，光喝完了以后，后来第二天早上你走的时候，龙哥那儿昨晚上喝多少，吃多些，没吃多少，就吃了一碗面。王阳婆自己还说，王婆子也说没吃多少，就吐了一口，啊，回去就吐了，你知道吗？我和徐龙哥，大哥，你吐那一口，你要一口这么吐，你这么一口，那叫一口是？你告诉你到底吃了多些，你知道吗？回去摊一煎饼，压惊去了，你知道吗？压惊去了。今年陕西长安竞技意外升席，那您当时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走运呢？没有啊。其实我早就听说了，但是一直没确定下来，然后结果后来就是一有这种心理准备了，就没有说显得那个，而且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还是虽然上了中甲，但是我觉得虽然是打了第三名，但是没有那种就是你真正冲上去的那种喜悦感，那种成就庆祝，努力，这就是东西，还是努力的最后能得到结果，我觉得还行。浩哥一年没上脱口秀了，是不是觉得自己颜值下滑不敢上了呢？
我颜值一直也没高过呀，我是凭我的内在，跟颜值没关系。啊、你像在座的全是凭内在的东西，凭颜值。说的我说的你这是谁说的？反答呢？反答呢？反答呢？是，是。浩哥上次上脱口秀，上中超脱口秀啊，是在一张照片上，那个拄着拐看球那张，哦、你记着吗？那那一张。看女足呢？去年一直在上面。但是浩确实瘦了，瘦了就更精神。2017年咱做脱口秀吧。年初两年多了都。对啊，那会儿半年多没踢球，那上了我自己看，现在那时候上都感觉胖胖乎乎的。作为前国脚，之前去踢中乙，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下架了？有太下架了，本身年龄在这儿呢，然后你当时又受过人伤以后，其实当时我对我自己都没有什么特别100%的把握，说我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这都以前都受过伤，包括我们俩受过伤是一样的。你让他踢，现在我们俩聊的时候，他踢也确实有的时候他的动作都不敢做了，做不了。他又踢后腰的，全是拼一下，嗯、对，前十字伤了之后，结果踢了一段以后，感觉还行，感觉还能跟得上，那就再玩命，再努力呗。你是拉的后边还是使了人造的呀？国荣机啊，啊，但是你拉完这儿以后，国荣机，我现在后群的就是使不上劲儿，力量特别差都不行了。对，力量蹬地那两步你蹬不出去了。对，杨虎那脚也是嫩大个儿、啊，是吧？那时候普哥就是从。在国外做手术，人家一打开那脚以后，我告诉您这里边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这样还能踢球呢？花生酱啊，真的是。刚才浩子说这小队员现在不想踢，那会儿有一回是我跟他一块儿去打那个企业比赛，在天津、嗯，你还跟那帮二队的小孩一块踢呢。嗯，就他上去踢一会儿，那脚肿这么大个，他也得上去踢一会儿，就他还是喜欢踢。对对对对，说这个东西，他们这波的和再小的确实差不挺多。咱们现在学好多国外先进的东西。把人家所谓的职业的给学过来了，对，什么职业？就我就一个半小时这一天，对，我不练，没错没错。结果你一半小时你没到那量，对对对对。我看上一期那个八号什么的，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我是最差的一个八号，因为曹振东的技术，普哥的技术，就是一代一代的，包括那个跟那个东哥他们一块踢那时候，包括现在什么李明啊，他们这些老魏啊，魏克星、冯卫国他们这些。那技术那是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了，再往下到他们那儿还算一个保持，没有说更高的提高，但是也没下来多少。等到我们这边就慢慢开始往下走了，等到我们再下边以后就越来越好。体校了，对，就咱们这么大这波，再往后85那波就没有就全是什么那种足球学校了，就说白了就是你像鲁能那种正规的可以，那有的像那种什么那学校开两年倒闭了，对啊对啊，就开两年倒闭了那种，所以他教出来的队员。他没有技术的保证，所以你谈何战术？你再有好的战术，你没有技术保证，你一停球停球那么远的，你这完全就是越来越差了。嗯，哎，浩哥，最后再补一句，您觉得您现在状态其实还不错？嗯，现在再去踢中超，嗯，咱甭说多长时间啊，几十分钟能踢满。你要让我踢个3-5分钟，谁都能，你上来都能踢、啊，踢个半场，就能对我还有帮助吗？说实话，少，就是不会，因为这个位置毕竟不一样。你面对的都是对方最好的，比如说前锋、前腰，这个你就有点费劲。你看像浩克那种啊，我扛不过呀，啊、这小孩儿都害怕。我家的，我他背着我跑，我跟你说，看不见你。那时候我记得，国他们05年跟那谁踢，跟那皇马，跟那个曼联，C 罗给普哥踢倒了，踢倒了以后呢，完了普哥就那意思跟裁判，后来那 C 罗过来，哎，拍着普哥头一下，哎，普哥。小子、啊、你跟谁俩呢？你小子、啊、那是哪一年？那是05年。那05年 C 罗那时候还没踢过世界杯呢，那时候普哥踢过世界杯，当时这领先着呢，对吧？那两天赶上普哥脾气好，普哥现在人心情不错，那这让人从北京走不出去了，我鬼街恶少。C 罗得谢谢普哥。C 罗说我谢谢普哥，能有现在成绩，我跟普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手下留情了。好，我们下一个环节叫有大，肯定赢了，我有骆驼腿啊。哎呦，这个有大有大有大，我当时身体缺陷是不能。谁身体缺陷？谁会说同意吗？我有小短炎呗，不能拿自身身体缺陷说事儿啊。我坐火车。有一次坐火车超过20个小时才到达的地点，我有啊。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坐过70多小时呢。啊？去俄罗斯？不下车呢。去昆明啊？去昆明啊？广州那会儿都是在地上，三天两夜啊。那时候去昆明是
坐火车，往去过去梧州是坐火车，先从那个北京坐那个火车绿皮车嘛，那时候都是硬座，那时候哪有什么用就是卧铺什么的，完到广州，到广州以后再坐七八个小时大巴，就完了到梧州，那时候就是冬训去，应该特别挤吧，他那种小那时候小啊。你觉得挺开心的吗？那大家还能打牌。一开始，对对，一开始什么就挺新鲜的，做个一天呀、啊、什么还挺新鲜的。后来就有点扛不住。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就不行了。对，比如说到我一个大站，穿着一个一样的队服，完在火车站，哎，队长带人做操呢那会儿，真的这就让你活动。我们要是坐时间太长了嘛，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有时候方便是自己带饭盒，对，买袋儿的，完开在火车上接热水泡。饭盒还是铁的啊？对对对，真自带饭盒吗？真的。排队那会儿，喝水都是大瓷缸子，对，在宿舍里面兑好了，对，训练完了回来喝。这大啤酒都拿暖壶，谁回来早了谁找别人呢？那时候就觉得我在青年队二队、三队青年队那会儿能坐一次飞机去昆明，我简直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一队没坐飞机去过昆明？我去过，我们教练给的解释是，就是你坐飞机下来啊，你这个叫什么？对，坐火车没有，你一点一点上来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大家都有经历，咱们就有搭就好了。上飞机之前喝多了，登机牌什么都丢了。上飞机之前喝，长没长心。然后说这是什么年代？去年。那都可以扫码。对，这他是什么呀？他有登机牌，但是我因为喝多，我估计可能掉那儿了。然后就带我出去了，出去弄了一张登机牌，又回来上飞机就睡。然后那个空姐对我还不错，说那个就是睡没有。想要的，然后后来就是还有两三个小时到吧，睡醒了，睡醒人说先生您睡得真行，就是您身边的顾客我都让他们上后边去了，打呼噜，对，没有没有这没有。我觉得你们都应该没有经历过这个吧？我上高中的时候被变态跟踪过，幸亏不是在北京，在北京很有可能是普哥。佳琪有过一次，佳琪有过一次录口供，那次就这样，啊、被一个外国人跟的是吧？还，对对对。这粉丝有没有追过？这种经历，哎，真的被粉丝没这个现在叫私生饭。在香河发烧好几天，有一球迷从密云还是怀柔还是苹果。没说过送花儿，这个没有，这个没说啊。送花儿这个事儿肯定不是苹果，要是苹果就送桃。好像是，不是你发烧好几天送花去了，桃花去了，白的黄的什么？别花儿，清明节。这什么情况？你给你送点药就算，没送花儿去，我送点药，大郎喝了吧。浩哥没收过这种球迷的礼物吗？最疯狂的球迷的追你的一个经历？没有，太那。这么不招人喜欢吗？就是我有一个现在算是朋友，他是就是我年轻刚上一队那会儿，他是一个初一初二的一个小姑娘，结果到现在哎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平时会当朋友，他也不怎么看球了，但是我唯有比赛时他愿意看，还看看什么，现在人家也成家，就是这个成家了，然后这个结婚什么成家这种，然后我都这岁数还踢呢，后来我就觉得哎他就是从一点一点的，我也在长大，他也在慢慢长大，到了现在三十多岁了，然后就还能，哎，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感情，可能就是有点那种心里边很温暖的这种。这里麻烦后期配一个稍微悲伤一点的，感觉有一些遗憾情感。对，就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他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或怎么样，两个人是平行的成长，互相感觉没有太多交集，但是都互相看着对方在成长那种。来，堂主，贾哲，堂主、哎，做这个。助理裁判，我调过井里，场边就仙龙潭，仙龙潭那个外西场，它中线那儿有一井，我那是刚开始学裁判，然后那个我们那教裁判老师谈好嘛，就说助理裁判呀、啊，就这手啊，得跟打折了一样，拿着旗子，你不能随便动，你一动裁判就以为你那有事儿了。我第一次，以前踢球哪做过裁判呀？就追，我就记着胳膊得折了，就没注意那中线已经过了，后来就真折了。然后你就掉井里吧，你也上不去，就听那个主裁判在那吹哨。那年的事儿。2002年吧，大概2002年我上大学。好好说，你说正经。正经的，你们试过吗？对眼儿，看马对眼，比如说这电视有马赛克，对眼能破解马赛克。哎呦妈呀！不是我说这个，肯定普哥要单。你是你，那你有没有啊？你自己有没有、啊？我试了，有过，有过呀、啊。然后破解了吗？啊，一点不灵。什么破解？就是俩影儿，大概能破解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是怎么回事啊？也是在日本，就是日本酒店里都有那个收费电视嘛。天天开着那电视，后来
普哥跟龙哥就没事儿，然后啪就上午锅，哎，知道是啥？后来哎，真没意思，就这样看了一段时间了，哎，真没意思，让人走。一会儿训练之前，啪又来了，我就躺床上，他就坐我床上，就离特别近，那个电视在旁边，普哥就这么坐着，然后就探着头在那看。后来我看他也没声儿，后来我这一起来，我这么一看啊，普哥对着眼看那麻将棍儿，看那电视，哎，我说大哥你麻了，哎，你试试，哎，对眼能破解麻将棍儿。训练之前啊，不是都早下来吗？他们离上车那地儿近，我跟徐龙啊基本都早出来，对，也没事儿，说看会儿吧，看会儿，刚睡醒嘛，这，哎，辛苦了。就是看一些这种刑侦节目的时候，就犯罪嫌疑，这个，哎，犯罪嫌疑人会被打上马赛克的，就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对对对，法治进行时，你知道。对对对对对。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叫我知道。嗯。作为北京人，小时候看国安，偶像是谁？嗯，对，偶像没有偶像。好的，亮题板吧。普哥就是没有，放在胸前就好了。就第一代八号，就最喜欢就是他。我刚刚以为说只是刚刚欣赏他，还有更喜欢。他们那就是那时候，因为是对我影响，对我踢球来讲影响很深的。那时候每个人的特点都太突出了。对，曹建东，因为我也踢中场，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我还特别喜欢高导，高墨，因为他在门前那个确实对，因为我知道我达不成那个高峰、谢峰那种身体、这种速度，这种那只能是技术，包括门前的这个。我看的是，哎，觉得能符合，就是对于我来讲，我能去努力往那边做的。你模仿过吗？踢球的时候风格什么的？他能模仿不来，他左脚我右脚。我和袁姐真没模仿。那别的队呢？除了国安，别的队的有？巴乔。我到现在我也没追过什么偶像，但是我就觉得我最喜欢就是巴乔。只是这样。对，普哥是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没有什么什么。他们那波麦克瑞确实踢得也好。对对对对对对，不是相当强。对，他有这种自信，所以我是谁呀？不认识，我就是我杨普，我就是我，我就是杨普，我就是小岛。哎，就你那意思，把我自己名写上吧。哎，对嘛。我刚不是说了吗？我没好意思写你，因为普太难写了。可以写啊，可以。我那会儿还学过普哥签名呢。这个是，哎，有点像。是，就是好久没签了那时候。哎，横着来。我觉得第一个字像车谱。我看着。对比一下，虽然俩字我都不认识，但是对比一下还是有像的。世界杯的时候，这一进一屋一全是球。就罗纳尔多拍那广告是真的，真的，就是你看一进屋腿上一大疤，往这嘎嘎嘎嘎。我们先签一部分，就是最后是谁呀？老尹。啊。在就专门有一屋，就全是球。老尹是？就原来我们国家队的一个老队医。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能善模仿嘛，一进屋爸没看，就这屋老尹的叫一会儿拍啊干嘛？球里把球也出来了，海洋球，成人版的。你要想真的，必须得自己去了。我现在就是2002年那个飞我流星，嗯，那时候自己拿着球，嗯，挨个，对，每个人。你们那届的国家队。对。想要真记的话，就自己亲自出马。下一个问题，2009年国安夺得了中超联赛的冠军，您二位都在队，那您二位印象最深的那个赛季的一场比赛是哪一场？这个亮一下我们的题吧。最后一场就是你上了吗？没上上，就是因为没上了记得清楚了。这长春客场1-6，我记得是6-2。为啥那场？因为进球多吗？不是，嗯，因为李章洙给我框了。有什么故事？就是零，这什么那会儿就是说找我谈话了，就老觉得我是队里大哥。嗯，球霸啊。但是之前打亚冠是飞澳大利亚，嗯，然后呢等于回来坐了24小时飞机，有一批没人没去，对，嗯，他们是你们带队，我带队，我是当时队长嘛，对，带了一个队去澳大利亚，他们是后期完了事儿，他们直接去飞成对回来呢。李章洙之前跟我说你踢完这场主场这场比赛就不用准备了，嗯，哎呦我说行没问题。第二天跟我说你说你这张首发，当时我啊，后来我记得时候我七十多分钟下去的时候是6-0，嗯，因为那年我一共踢了7场，在场踢的时候没丢过一个球，啊，后来等于是长春还是哪场完了以后跟天津还是跟河南直接就没给我报名，后来徐龙就说就找李章洙说这为什么呀，他说啊踢得不好也行，他说你不要掺和这件事儿了。
杨总走的时候，我送他，我请他吃了顿饭。他说：“杨总，这个确实，你不是那坏人。”啊，我说这事儿都过去了，我说踏踏实实飞吧。所以就后来他每次来北京都给我打电话。这东西就是什么日久见人心，对我们的性格可能就是这样的，可能一开始人家并不见得对我们很感冒，而且老觉得你是什么大哥呀，或者说你这个你给队里起到一些不好的作用。其实这么多年以后，我为什么跟这就是跟他们关系好，就是因为他们能起到正能量，能对我有一种是正能量的影响，我也在往下做这件事儿。所以慢慢的，比如说一开始，比如说这个教练不喜欢你，但到最后，其实这个教练就是不喜欢你这个教练，到最后都会跟你成为朋友，都觉得哎，这个人不错，这大家都不是傻子，你慢慢通过时间积累，从这慢慢看这个事儿，他就能明白了，你知道吗？人是要相处的。对对对。所以当时他就觉得是你，好像你是队里大哥，队里很多事儿都是你在。在香河吃火锅，我们屋里房间都有火锅，没在香河没事干嘛，天天晚上的火锅给这帮大哥全弄好了，啊，那时候就是没有比赛的时候啊。哎，买点啤酒，李章洙进来，这是什么？杨波，我普哥，雪碧，雪碧，你尝尝，你尝尝。李章洙，洗个死丫，转身就走了。第二天就说我们那意思，你们学点好，别老跟这帮这什么在一块儿。但是我们也不，但是我们是跟着一块儿吃，吃完以后他们吃完，我们得给收拾啊。就是，哎，那个晚上把东西备好了，备一桌。我说得嘞，明白。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就全是大哥给钱嘛，嗯，然后先打电话。给那村里到最后跟村里面那个小卖部那个就是那大姐什么的关系巨好，老熟了。一开始他们村里小卖部骑着三蹦子来，最后都换汽车了。没有没有，一开始那是我知道香河那边，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啊，骑着自行车给我们送货。嗯，完了后来呢，骑完自行车以后呢，就改那个摩托。嗯，摩托以后换面的。嗯，换完面的以后，最后换成轿车了。哇，你们的贡献啊！再多踢两年得开始飞机了。真的是那种。但是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聊的基本都是业务，这倒不是吹。回顾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留给您二位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比赛？野球算？那得好。你要能写出来，这对于职业球员来说，这个真的是个很大的。那也挺棒的。踢了20年球，印象最深是场野球。我进了好几个呢，我跟你说 MVP 啊。来，3、2、1，这个是日本点球未进0-0。是哪年？就那年东亚四强赛嘛，2010年嘛。嗯。然后那个70多分钟一点球嘛，后来我罚的嘛，没进嘛。东亚四强赛0-0。那对那场印象深呀。那时候是12年没赢过日本嘛，然后而且加上当时就是那种在那种情况下，当时去了那是第一场东亚四强赛，都觉得就没人看好我，就觉得这个是白给来的，但是大家踢都非常好。而且有那么一个机会以后没进，点球还没进，然后就觉得当时挺对不住大家。但是好在第二场不是3-0赢韩国，就所以对于我来讲，可能那届赛事就是可能在我国家队算是一个最遗憾的一个，不是最高最高最高光的时候，嗯、因为那时候是高导带国家队刚起步，嗯，刚起步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然后哎都觉得大家都在心气儿的往上走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对我印象是特别深。那年多大？那年27呀，27，对呀、啊，一直在往上嘛。结果后来两年多嘛，12年高导一下课的时候，然后这国家队就是说白了心气儿就没有那么高了，你知道吗？本来说我一直想叫荣浩啊，然后什么来这节目，叫段什么这批人聊一聊。真的，他耽误了一，不是说耽误了，就是毁了一，就是这一帮人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些人很大的一个梦想的东西。对，那时候先是2009年友谊赛平德国，2010年对东亚四强赛，后面就是1-0赢法国了。对，就那一系列其实是一个顺着，真的是一直往上走的。因为什么？这点东西咱不是说，包括现在这个里皮回来以后，咱不是说他这个执教能力啊，因为毕竟人肯定还是水平是确实高，但是。当时我就觉得什么，中国足球要走的一条，你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其实当时高指导带队的时候，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现在想来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什么，就是说高导说了，咱们就当一个中国足球的普鲁士，咱们坚持自己的一套东西，看看这套东西适不适合咱们。但是没，说白了，到最后没人给他这个时间了，已经。就是我们当时打的是纯控，打的是这种走的这种脚下地面的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咱们延续下去，无论说结果如何，但是咱们先试一套这个东西，到看点。就是当时那种情况来讲，可能
那种打法是最适合中国这个球员的，最适合中国这个这个环境。国家队想去这么建立一种风格的话，实际上比较难的。它不像俱乐部有很长时间让你练，国家队是集训。所以现在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很多人说，哎，那当时我就特别就是，所有人都说高岛拿那个亚洲杯练兵，嗯，但是你反过来想想。当时本身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是打进世界杯。我为什么不能拿这个亚洲杯练兵？它是一个赛事，但你没有这给，当时都是一些年轻的队员，你没有给这些年轻队员那种历练，包括第二场的换人，那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怎么踢，或者说哪场上什么队员，它都是有一个整体的规划的。就包括我们安排的热身赛是背靠背的，都是按照世预赛这种什么，它是一个有长期规划的。对，所以你当时觉得啊，这亚洲杯练兵什么的不好。就是我当时就记得这他是在拿一个短线的标准在考核一件长线的事。对啊，那年亚洲杯其实踢得不错，就是小组赛不是说三场都输打，没办法，你当时什么呀，当时都觉得跟东道主卡塔尔一组，我们第一场赢完科特以后，谁知道卡塔尔东道主第一场他输乌兹别克3-0，对，完我们第二场打东道主卡塔尔，他怎么可能让卡塔尔再输呢？嗯，他再输了以后，卡塔尔举办的是他连小组都出不了线，那怎么可能能赢得了呢？那最后一场比赛，那没办法，跟乌兹别克那就真刀真枪干呗。嗯、那其实成绩也不差，2-2嘛，对不对？那你当时那种情况，你没办法，你改变不了。而且当时从结果来看，一胜一平一负还可以。嗯，你当时打那个卡塔尔，人家主场开场20分钟，给我一张黄牌，给中锋一张黄牌，你说这根本就基本上就哎。就这东西就没法说了。所以这个比他写这场比赛，其实是你对那一段时间那一届的那个人的一个遗憾，遗憾之处。对他不是说怀念，咱听了遗憾，可以再看看这边。我觉得这边就是相对来说是甜美的回忆。对，如果你这幅话题问我，我也会说这一场。对，来看看，普哥再给我们亮一下这场。阿曼乌里河是吧？嗯，感觉对于很多中国球迷来说都是这样，都是会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我还看了，我还去天安门游行去。那时候住在那哪儿吗？宣武门赛口吗？没事，我往那边溜达回来，一看人太多了，还是溜达回来了。那年是应该是刚上体育大学吧，好像是。嗯，上帝啊，走到天安门去了。我说那时候好像四通仙术了，歇了吧。那会儿真是差不多，北京的有点这个全往那儿站，对，什么吉林哥了，一溜一次是奥运，申奥成功吧，然后下一次就是进世界杯。对，当时学校什么脸盆啊、暖壶，真就往窗户外面扔，是吧？就觉得特高兴，太兴奋了。对，而且咱们是提前出现。其实你当时想吧，觉得当时干嘛了？其实脑袋后一片空白。嗯、等过一段时间，大家都说啊，北京自发的游行啊什么的，哎，就感觉，哎呦，这还确实啊。可能对于他们当时踢的那个，可能他们只是就是场上那种兴奋，他没想到说能带来多大的影响。那时候目标是啥？先进一队，往进了一队，你能打上比赛，对吧？而且那会儿有个什么事儿，就是国安有仨踢了世界杯的，而且俩都是我大哥呀。啊，那会儿就已经是亲大哥了，是吧？反正那会儿我一上队就挺照顾的，主要我也会来事儿，你知道吗？我看出来了，这个看出来。主要会来事儿。那时候是杨浦、徐云龙、邵佳一三个踢世界杯的。因为太羡慕了。佳一哥上青年队，他比他们俩小。他是你们的队。佳一那会儿，因为踢完是不是他就出国了？嗯，他就走了。对，德国了，他去德国了。他03年去的那哪儿吗？03年走的，咱们在哪儿？加勒比海的时候。加勒比海，因为去的时间长，那时候算一个外交任务。那大包一个包得40公斤，弄行李啊，就我们四个年轻的。我为什么就觉得龙哥包括楚哥他们这个有大哥样嘛？有时候他们也会过来拉把当把手，嗯，就是这个可能无形当中一个小举动，对于当时我们来讲，深深戳中了你的那幼小的心灵。楚哥后来有跟您说过，就是什么我当年世界杯怎么着的，就是全是喝多了岔的。嗯，我说有什么可牛逼的？不就怎么了？我哎，我防过卡福，哎，过不了我，怎么了？那个手机还说。喝多的时候，你反正你说过吗？嗯，好，那你说说，我过拉卡福了，我不知道他是谁、啊。对，我这性格就是这样，这没有偶像什么的，我就是我，我就是小脑子，怎么了？我有病又来了，别招我，我跟你说，招我弄死你。打嘴不犯法。对，卡福一看这样情况，算了，我还别招他了。我唯一一个让别人给弄服了以后，就是那年你记得国安跟阿贾克斯踢啊，那小黑子，小黑子那八班吉达的那个。啊，普哥想踢人家都踢不着，那时候里边速度99，太快了。我就觉得普哥想踢人，他没能踢着的，我这得多快啊！我一般让普哥踢球，让普哥一盯上以后，
跑不了了，没跑，跑不了了，基本上反正你就锁定，哎对，反正基本翻倍版的韩旭。那时候就是咱这个说这个普哥那时候为什么说什么魂不吝，那时候孙继海什么李明那都是大连的旗帜，那时候属于如日中天的。相比来讲，普哥他们还算小的呢。嗯，普哥上去就跟他们干，因为当时右路是孙继海跟李明嘛，对，这俩普哥踢左边，一人干俩。就是你那天季海还给我发一张照片，就是我机里边，他说你看看你现在给体总经理踢的，那个山东那海滨，周海滨，周海滨就怕谁啊？就怕普哥。那时候我们在外边一聊天吧，你们队杨普啊，就是一足球流氓，我真怕的，我真怕的。之前没听说过。完后来海滨，后来海滨就是见着普哥，一见面普哥先打招呼，踢球先打招呼，你知道普哥慢点。那以为韩旭是这样，原来你也是这样。不是韩旭，两种风格。韩旭他真的是旭哥是什么呀？他就是生机啊，生机就是就干下脚。对，干下脚。他不是说带不带，对他不是带着情绪那种，你知道吗？我普哥是人，你要跟我较劲，他妈就来较到底。较到底，包括他那时候，他们那一批国家队跟卫鑫，他们俩对位的都干。你就是我也不服你，你干我一下，我就干你一下。因为你要摸住什么呀？首先一点。有很多是速度快的胆小，嗯，比如那会儿跟曲波，他速度快，上来踢他两下，他就那边去。从技术角度防你，那就是防他不让他走边路，让走里边，对吧？他胆小，你踢他两脚，他就不能去那边。对，那边是寻龙。夹缝中生存了。算了吧，我在中间是吧？结果中间有旭哥是吧？关键拿那足协杯那年嘛，2003年。当时是客场半决赛打的沈阳，然后那个决赛打的大连。其实人家就想东北三省在五里河举行，人就想，就是当时电视台已经都是大连的那海报了，中央海报了。结果哎呦好，赢了以后啊，你说赢了高兴高兴低调点吧，哟这不行，他在那个就是球迷前面那口道那儿跟那挑了。东北人讲话叫什么啊？叫什么？东北人叫嚯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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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嚯后来啊，我跟你说最逗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二年客场跟沈阳的时候，就是我没首发，但是那天天冷，我是穿了一大衣，戴了一帽子。啊、对，他们热身，我从休息室出来，就那会儿球迷给我认出了，就开始骂。对，还骂吗？戴帽子那个。不是，他跟寻龙是到客场，甭管是对，就骂他跟寻龙。对啊，上哪儿客场都骂他跟寻龙。去沈阳球迷给我们就是弄了一个歇后语，就是那个叫寻龙。大狗熊少年一那啥杨普高兴被捕。后来我说为什么到我这儿性质就变了，东北那边挺真的挺能，就是对这个就是这个这那个押韵在抚顺可能是国安院争第一，还以为北京球迷呢，家人球迷过去往那儿走的时候不对，什么水瓶子就往上扔了，后来把人那国安院争第一啪那个横幅一掉下来以后，我看孙主孙优后来真有才，我这球迷真有才。但球迷你说啊，骂的是球迷，但有的时候做出一些暖心的吧，也是球迷，那不是一个球迷，有可能有好的，哪儿干什么什么都有好坏。你看普哥为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喝酒什么的，他就是为了一种发泄，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你知道吗？喝多了之后说点外语发泄一上一那时候跟他主义比较赛赢了以后，喝点，我说行，我高兴喝点，对，就是英雄高兴喝点，输了。喝点对，平了喝吗？平，太遗憾了，没拿三分。说点球迷，我觉得陕西这球迷真厉害，确实是。因为我从2017-2018你去中乙，我就开始连着去看你比赛，而且是客场，在北理工，那个远征军，这东西真的，我觉得是要竖大拇指。我觉得在。过分在炫耀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没必要了，就有点矫情了。这东西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了。我觉得这跟他这个西安这种古都是有关系的。就很多东西你在北京、在西安或者在洛阳能看到的，可能其他城市你看不到。对，没错。哎，你现在的西安话到底咋样啊？我考考你。我麻的，刘大雷。现在打算再踢多久？有这个想法吗？这个年纪肯定会有这个。都有什么退役？你再退役。我那天看着挺哥了，我说挺哥你还熬呢，我怎么不能踢球？但是你看那天那足协杯朱顶上去就跟玩儿一样。这不回头那我说我不踢那谁踢？嗯，你看他，我就在昆明看他比赛，你确实朱顶往上一站就是传着球这。哎，您现在跟他是同样的感觉吗？什么？就是要加力该加量了。我不走的话，底下人也顶不上来。说实话，有我跟这个西安这个陕西的老板也说，跟这个主教练也说，如果就是一旦。差不多能保级了，这
那只能是这么给他们慢慢堆。你如果通过他自己这种训练这种什么的，很咱不是说很难嘛，就是哎我反正操碎了心了那种。你想给年轻人让地方，但是又让不出去。对，就急，心里真是急。真的天天跟那帮小的，我说你那是自己练，对吧？说了一年多，你说我们那会儿，你说我们那会儿，我那时候刚才虽然喝归喝啊，说咱们不职业什么的，但是练的是真玩命练的。嗯。练完了以后，先把正事干好了，那对不对？我觉得我这条包括这么以前体能不好，为什么后来体能好了？就是那会儿咬牙咬的。头天跟他们喝完了以后，第二天把酒发出去。他们不练呀，他们恢复训练。我李长洲一看。包括其他教练一看你的，你个小崽子，你也跟着喝练吧，你那怎么办？咬着牙，咬着牙就练吧。哎，你想吧，你在那种情况下喝那么难受的情况，你第二天还能咬牙咬住了，然后那你身体情况好的情况下，你想你是什么状态？对，接着喝，第二天接着练，对，体能也好了，酒量也上了，不断的突破极限。其实现在网很多网友有这个想法，就是老一批球员不职业。嗯，就是新这一批新球员，咱甭管是他们说为了多挣两年钱还是怎么着，他们现在已经越来越职业了。对对对对。但是从这一期浩哥跟普哥这么说下来，怎么感觉就是老球员不光是说就是像球迷们看到那一面，只有喝呀，有球霸呀，就那一，不是说对，不是说只有那一面，那时候该练该拼，文化包括就是脑子这块，就是真的把这件事当做一个事儿，把踢球当做一件正事儿，一件事去办。对对对。那我们这期节目最后还要玩一个环节，这期我们就玩浩哥了。玩十个我，我是杨浩，我今天非常开心，又来到了中超脱口秀，我又一次见到了我的很多好朋友，我准备晚上跟他们去吃饭喝酒，我不一定喝得过他们，但是我一定努力，不管我普哥怎么对我，我一定还会。领先我一瓶。他我普哥已经说了。我谢谢我普哥。你小学作文绝对记不了这个。第一季的时候浩哥喝太多了，今天远道而来，这个账咱也不结了，哎饮料咱也不喝了。这个你瞧你这些，你瞧你这多太过分了。我为什么这么高兴，我这马上就快喝酒了。中超脱口秀加油加油。好嘞好嘞，谢谢各位，谢谢辛苦辛苦。